中医师，好啊。专线。我现在真的灵光，来为你把关呢。哦，所以你就你就你那边等你，哦，你安心住，哦，保证住的一定是成功的，哦。啊，第二点，哦，第二点就是讲，我今仔这个药膳活动，哦，我现场拢是要服务咱乡亲好朋友的，所以阮现场准备无偌济啦，吼，啊，等下民众也感觉袂歹，吼，想要买转去食，吼，一定吼速度要紧，吼，啊，无你若买无吼，可能来爬到二楼啊，吼，爬到二楼，好，啊，咱刷落来，再欢迎咱后一个吼专业的人员，吼，就是讲阮学士后中医系的，吼，阮即摆即艺术大学吼有成立一个后中医系，哦，阮今仔吼真无简单吼来邀请到即个蔡范修吼蔡教授。来为咱讲解，咱这个药材，咱常咧进步这个药材，食补这个药材，到底有啥物功效，还是常用的有对规律？哦，咱即摆用上热情的破声来欢迎咱的蔡范修蔡教授，谢谢。谢谢孙师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仔大家介绍就是咱一般咧进货经常常用的一款药材啦。那因为药材用药材常常有东西啊，咱是从买着，有东西是买着假，啊有东西也买着可能唔是你买的物件。因为咱之前好像有讲，啊伊菜市啊看人在环境出菜来讲，在当作东西咧卖，安尼在用的时阵可能基本都要铺。因为这样是个包围，然后更包围不了，更不行，然后达到你想的一种好个，是吧？所以讲呢，头前公司已经有帮咱介绍说，咱去报时间不该吃，安怎吃，咩安怎比这公司什么样子，我特别新加坡是基本茶来讲，所以我头前只毛吃过更多，所以讲比较较近的点。各位，我们换食疗单纯的食物，像例如
就同事来讲，一罐啤酒，我们讲他普通讲个青菜汤，青菜汤那个什么青菜那个剩菜少了，他要上就保温的时候，他是说有白跟没有白，没事，这种呢就是白白送，你两个要上这两个水果怎么放呢？给那个保温。啊，这是比较偏中心用送过来，所以加他现在好送。其实那一款油污当时在做几单，那药膳呢，大部分是保养作用的，它是方面为主啦。那几单当然是还够较紧，还够伊用个量嘛相对较大。那是这种药膳就是用较少，啊，伊个个最主要是作用较紧啦。但一般是你要看你本身是什么款的状况，再来用这些药来做什么款的药膳法来做。那么当天气啊，它出发均衡的，它靠火啊，这样很快，我就可以用什么款的中药药膳来做什么款的药膳。那这是一个。第二方面的健考人员嘛，他上面是爱驾，像当天安的讲不管嘛，那他过来是说，他过来是那个客人来看他，他过来要求他亲切的，然后是那个隔壁，然后你讲很好，讲惯起来那种的。那这是因为人，他个后台像咱南部那边好像输掉，当然。你啊，讲你个病情，你个病啊，就讲重点重要是安怎，就是这样个我们治疗，就是药膳呢拿出来慢慢做调用，较袂迄个他就是状况较袂他迄个这样。啊，这是常常用个迄个，他是咧用个一种药膳的一个方法，那。一般像富国汤，那富国汤因为吼个食材较好，所以有食这个加一寡更加味的啦，啊加了较鲜艳，可能一寡红枣啦，可能一寡青皮啦，来做一寡条件，啊，大就是食材，来做一方面的保护，啊，其他个像保护的，没保护的，啊，就是嘛是刚才做相关的一个调整。啊，这是十罐的，诶，储存的一个，差不多是这十罐嘛。那后壁吼，大家看卖，这药材差不多是什么款的一个精选，精选啊。这是一个白酒，那一般咱做着就是用这东西，它补气啦，它那个对咱的这骨骼，它有大的好处啦。那就是茯苓，茯苓一般是嘛是用在一个胃，咱的胃啦，或者胃肠，哎，啊，某些话有安全的效果。那就是甘蔗蜜，甘蔗就是那个有把那个有包啊，就看一寡甘蔗食起较甘甜。那这种伊马上做一寡手工对咱。鱼浆啊，就是桂花啊，然后梅带好多，这是甘蔗，这是冬菇。冬菇咱一般是不是配着那个食品配合，那是咱冬菇。这样，那我们先靠冬菇。冬菇来传中，这是传中啊。冬菇来传中，你。小可不同款，啊，腌制的吼，两个国家差不多款。不然吼，你到时间不然啊，当归出出来，当作长江那边，你想嘛，当作长江那边又是出品，出货，这个出地的，那一般当时拢出地的，啊，有出货有东西要回来，因为咱要这药材要用，到底是出货出款嘛，出货就是特别稍微。这是石碑，石碑这嘛是保护的。你像咱看前面上这条石碑，这是石碑啦，石碑这是有机，有那个
个侦破，侦破之后你等于变他两，然后他变他是，然后他两，然后他某一个，他某一个，他到那个世界上，他这是终极，恭喜呀，恭喜呀，恭喜恭喜人家。白少，咱一般看到是脱片的，这种的，啊嘛有脱种花的，这是一根长长的，伊的根啊，啊，那出花的，就是咱今日予大家看的这种，啊，嘛有这种生根长不出的脱片片的，就是今年啊，这种拢是，这种是它，也是它那个它凋萎啦，它掉根啊。所以你若去看有诶，做雕工咧，医生嘛也是会去种下面培养。啊，以上就是甲大家，就是简单介绍一寡药药材啦，啊，希望大家对大家拢有相关的帮助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咱非常吼感谢蔡教授吼。把咱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民众了解讲，啊，咱这个药膳常常用的药材有对几种吼，啊，有咱川芎啦、当归啦、吼、哦、青芋啦，种咱常常市面上你订补，常常拢会食到。啊，有民众讲，啊，我许个菜籽啊吼，做方便的，啊，我一包八十块，甚至五十块尔，我恁便宜袂遮贵，吼、哦，但是爱甲民众，吼、哦，形成一个观念，咱今仔用药吼，咱这個安全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有讲啊，中药白吃也不要紧啊，吼，啊，这拢是唔对的观念嘛，吼，今仔唔对的观念，吼，你今仔去来才开一百，吼，小弟有讲过，就是让恁两百块的价值，吼，就是让恁两百块的价值，伊这品质，吼，伊这气味，吼，阮拢有专业的中医师甲药师，吼，来为你把关，吼，我今仔有推出，吼，五种，吼，五种的口味，安尼，啊，接下来呢，吼，咱特别来欢迎，吼，咱这个中药局。哦，做非常专业的药师，哦，卢志明，哦，卢药师来为咱讲解这个讲哦，咱这个药材，哦，咱这个药材到底要注意什么货，有什么功效，哦，搁进一步，哦，搁啊民众做一个专业的报告，哦，咱即摆用上着这个破声来还这个，哦，卢药师，哦啊后边，哦，观众朋友，哦，咱搁规下位啊徛到卡身的，麦克起下。大家跟我来哈，好，咱即摆去破声，来欢迎咱这卢志明卢药师。啊，谢谢朱医师哈，啊，大家好哈，那我是那个义大医院中药局的卢药师，啊，刚才呢一些那个方啊，或是养生药膳啊，或是一些的啊，就是四物汤跟四季补汤跟黄芪跟桂枝，啊，那我们的遇到的这些方，这中药组的这四种大补方跟其他不一样，就是说，那我们那个白术呢啊换成啊黑枣，那啊我们用明天心，但整个方这个做起来呢，它的药那个药效呢是也兼具四种大补方的药效。但是呢，它的口味比较甘甜，比较甘甜，而且呢比较不会燥热。我咱上家好是刮生火吼，啊，咱做阵年纪开我咱食好，我只食了比较冻火的。那咱食法呢会较温和哈，会较温和。啊，气味那会较香，因为咱这药膳进口一定要喝加。啊，因为呢，大家吼，不管吃药吃饭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煮起来很好吃，味道甘甜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啊，大家来享用的话呢会更好。下一张，谢谢。那十全大补汤呢？大概呢就是四物汤哈，川芎汤跟熟地跟芍药，好，这是偏向补水调血。那四季补汤呢是补气，好，补气健体的药，大概呢就是人参、茯苓、白术、甘草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方呢再介绍一下。那两个方加起来叫做八珍汤，是气血相补哈，气血相补。那加上呢，近期呢对。
啊，就是说呢，脾气不调呢，还有呢，可以就是说可以温通血脉，啊，温通血脉。那整个方呢，就是十全大补汤。那这个健大补汤呢，就是通窍大补气血，还有呢，就是阳虚呢，偏于寒性的体质呢，更适合使用。好，下一张。那大概我们刚才的那个一些教授他们也稍微介绍过的哈，那是他们组成，那我们旁边也都有那个啊机缘组织系内啊功能啊上面都有，那我们简单的带过哈，大概是他们当归熟地超强白砂啊。啊，它这个方呢，兼具了补血跟排血的功能。啊，那个药材的功效呢，就是说我们上面几个是要拿的，它都有写的哈。那我们呢就带过哈，就是请大家呢可以参考这些哈。下一关。那我们是基本上呢，以地气正骨的光啊，它是由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组成，白术、茯苓、甘草啊，大概的药效组成是这一些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发现我们一般人们正在讲那个就是四神大补汤呢，有几个好呢？下一关，就是我们把白术呢，因为白术的味道呢比较苦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药膳中呢，就是如果口感不好的话，大家都不想吃。这样换成同样有健脾补气作用的黑枣哈，和这个就是有不太一样。好，下一关。那四物汤跟四君子汤加起来就是八珍汤，就是气血双补。它叫进行之治呢，它是性呢是性味是补三阴啊，入心肺膀胱三经啊，加起有发汗解肌、温经通络的作用。下一关。那我们服用不一样的药品呢，那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？刚才很多医师呢，他都有介绍过了哈。大概呢，好，下一关。好，大概呢，因为这些药品。药补具有都是药膳具有是温热的作用啊，所以说呢才可以改善体质。那但是呢就是说体质燥热啦，或是脾气火旺啊，或是感冒啊、发烧、喉咙痛啊，这些体质呢啊，就是或是肝量上亢啊，有高血压现象的人呢啊，就是要小心使用啊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当然了，那我们呢吃对补呢才能够真正有到健康，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对，咱非常感谢吼，卢药师吼来带咱遮精彩的报道吼。啊，看卢药师有讲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吼，咱今仔吼这个药膳，因为药膳吼是拢一种食品啦吼，一种食品啊，伊嘛是治疗的功效，所以这除了强身治病了后，第一好食嘛足重要的。哦，你若煮几摊，哦，我那遐苦安尼无人要食，哦，嘛是无菜。哦，啊，即摆阮吼后壁，哦，后壁已经把即个膀胱共烧烫烫的即个保养汤吼，已经捧出来，大家试食吼。啊，咱最后，吼，咱最后嘛是非常感谢吼，咱今仔即个膀胱共吼烧烫烫的即个保养汤吼，拢是吼即个营养课，吼即个专业的营养师，吼来为咱，吼来为咱即个煮的。哦啊，所以要怎煮好食啊？当然啦，这煮嘛是足重要的吼，嘛是要请专业的人员。你有好的药材，哦，嘛要会通煮食啦，吼。所以咱刷了，最后吼，特别来欢迎哦，咱这个张欣怡张营养师，吼，要来甲大家介绍讲，咱这个冬天进补，吼，要来煮还是健康的，哦。所以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个张营养师，好，谢谢。均衡饮食是啥物货吼？这是咱卫生部重新的
新版的饮食指南，以前大家甲咱各位讲吼，食食的部分吼是大家较多元的，比如讲是食食大家较均衡的，安尼个建议咱是爱为身体咧进步安尼吼。那咱食食的部分咧，低油、低盐、低糖，卖输油、卖输咸、卖输甜吼。然后咧，咱利用咱中药包内面做上天然的甜的味，伊的气味吼。那搁下个咱就是瓜菜吼。有这个部分，那咱今仔日示范的迄个大补汤，十全大补汤的准备材料有吼，鸡啊、鸡肉吼，不管妈妈要用乌骨鸡啊、土鸡啊、腊肉鸡拢可以吼。啊，来上重要就是咱的十全大补汤，就是阮病院吼，中医部吼，它有研发一组那个药汤包吼。啊，伊的材料它都有希望介绍过啊，我就无加讲吼。那时常大家讲哪煮的，大家感觉应该拢比较较厉害啊，对不吼？啊，不过安怎煮，咱的油菜，咱会咱较健康吼。那首先的泡一锅吼，就是咱的鸡啊吼，洗好清洗，那会咱用滚水的来把它烫一下吼，所以来里面，要伫锅里面一锅垃圾啊吼，一锅坏水先来洗掉吼。那将迄已经煮好快烫过的鸡肉。下边去咱的电锅内面吼，药材马上要下入去，水加加把迄个药材汤咱的鸡肉烧过就好啊吼。那再来咱下一挂盐搁去调味一下，我是要用电锅落去煮，还是要用咱的辣椒拢去落去煮拢会使。你若要食烫烫的，你用电锅搁加热，添麻烦了吼。那有一挂人，有一挂迄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会问讲。是啊，我讲我有迄个高血压，有中风，有糖尿病，吼，我会当食补的。其实是会使，不过有一寡敏感，我会当麻烦各位小注意一下吼。譬如讲吼，咱订补的时阵，上佳用的是啥物？大绿嘛，对不对？牛肉，然后鸡肉，然后再炖，然后，如果这样是动物的肉，来源啥物？动物性脂肪，伊所含的饱和脂肪酸会较侪。那单位就讲减少这饱和脂肪酸吼，会当尽量选择迄个正肉，这个部分吼，比如讲有的人讲我食鲍鱼啊，或食螺，吼，我以后我要食牛肝，吼，还是讲要食虾米，也是可以。不过咱个选择吼，就是爱盐分较少，比如讲幼米伊就是盐分会较较强的物件，吼，所以咱若要是讲有军官的吼，咱个建议就是讲卖去选择。
那咱两边吼有迄个保养品试驾，咱即马就开始。好，咱非常感谢你。较晚，吼较晚，啊，即摆即时间嘛差不多，大家淡薄仔枵啊，吼，不要紧，大家莫客气，吼，今仔义大医院就是要来服务咱的乡亲好朋友，啊，若是感觉气味袂歹，吼，阮现场后壁，吼，有咧贩卖即个各种，吼，口味的即个腰酸包，吼，啊，大家等买到试食，因为过两工，过两工，吼，就是咱即个同齐啊，吼，咱同齐来进步。